蓝方阵营的第一题是，当你深夜排位十连败的时候，你会是什么反应呢？深夜连跪十把会有什么反应？来，请准备三二一，连跪十把。这打键盘是吧？打键盘，拍桌子，赢一把就睡，赢一把就睡。好，四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是的，打键盘，生气。连跪十把，这个人间悲剧，绝对是真的。这个连跪十把跟突然停电差不多的激动啊！对，来，所以我们蓝方阵营得一分。来，第二道题，第二道题，哎，有趣了，我也很好奇哦。来，第二道题是照镜子，你照镜子的时候会摆出什么样的姿势跟表情呢？准备三二一，照镜子，照镜子，呀呀呀呀！我发现这一对都是呆萌呆萌，你让大家可爱的路线。就是这样的吧？你这个镜子有点大，大哥，脸大，脸大镜子吗？周深跟霸哥是男生最注重的就是发型啊，他们两个人都在调发型。对，其他人好像也调了，帅是吗？不是，也是调的，对，刮胡子看看，对对对。但是两位一样的话，就算得一分，所以我们第二道题也得分，来恭喜又获得一分。好，那第三道题又交给小姐了。小姐的第三题是，相信大家都玩过盲僧这个英雄吧，他的大招猛龙摆尾是什么样的姿势呢？来，猛龙摆尾，准备你想招吗？三二一，大招大招，动作猛龙摆尾，这个题目也酷，有前提，有五个人都是一样的。您这大招稍微慢了一秒，可以，非常有气势，腿长就是嚣张。来来来，再得一分，恭喜！哇，连得三分了，哦，势如破竹。好，那马上要来考第四题了。第四题，这就真的是要考验默契了。你们全部都穿着短袖走在零下十度的街道上，穿着短袖在零下十度的街道上，是不是又冷吗？来，让步。太冷了，肯定是这样了呀，这本能。对，同意的反应，抱紧自己。是来，那连得四分了。对，连得四分，感觉没有什么难得到他们了。厉害了，难道要被霸哥严重啊？啊，七分不是问题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得分呢？来，继续出题。小姐，第五题，第五题是，当你被表白了，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哦、这题难了。那还是小姐来倒数。被表白。被表白，被表白啊！那不可能，那不可能，不是不可能。来，小姐倒数一下，看一下他们有什么反应。三、二、一。等一下，这道题有意思。大家都好，你被表白打什么意思？你干嘛要推别人呢？我以为是打乒乓球的反手。为什么别人告白你要推开人家，周周？没有没有，我学太烦了，学霸哥的，霸哥说太多太烦了，哇！我周哥可能会有，但是霸哥这种形象算的吧，就是说真的，我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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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还互相吐槽了起来。哎，这个两位一样的也算再得一分，继续得分了，厉害了。所以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个难度也是有一点高哦。请问你们最喜欢的健身动作是什么呢？哦，健身动作，来准备三。二一，健身。哎哎，是这样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三位一样，两位三个一样，三个一样。有人三个是练手臂，两位是练肩。对对对对对，很有经验，有经验有经验有经验。所以平时你们在健身房最喜欢练的是手臂吗？周周，我一般就是做无氧就练手臂，练手臂多一些，跑步，然后做有氧跑步。哦，所以霸哥我是不去的，所以你们两位就是自己瞎蒙出来的。哎呀，我是去的，我去了一个星期不去了，那个有氧太办了个卡，办了个卡去洗澡就对。我也办了一年的，去了几天。好了，去打个卡就回来了啊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平时这个大家放松的时候，还是可以去健身房撸撸铁，就可以像我们周周这样的好身材，好吧？哎，这道题又是得分题了，厉害了啊！哇，已经连得六分了吗？马上就要第七。当你吃到了好吃的美食，你会是什么反应呢？哦，吃到好吃的美食会有什么反应？请准备三二一。这样吧，应该，牛逼，点赞吗？咽了口水，点赞，然后吃也是，都差不多，三位，然后满足的表情，满足的表情，嗯，哎，这假笑男孩什么回事？好，我来到赛点了，因为已经跟红队打平了，
第八题很困难哦，请问熔岩巨兽的 W 技能雷霆拍击是什么样的动作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等这个三二一，来准备，三二一，给出动作。嗯，是 W 是吧 ？W 啊 ，W W， 拍一下，厉害了，往前拍。有五位又是出奇的一致。掌声给他们再鼓励一下，又得一分，突破七分，他们已经获得八分的成绩了。那接下来两道题就随便玩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先让一下，先让。好，来第九题，小姐。大家真是太厉害了，那小姐给大家出一个难题吧。现场现在直播间有很多粉丝宝宝正在看大家的直播，那可以给自己的粉丝卖个萌吗？哦，卖个萌，粉丝卖萌，来，请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卖萌，比心。有芒果鱼跟周周是一样的，是花花，我也花，我也是花，老师老师，两位比心，我们两朵花，哎，两朵花，你是比心，我也是比心，你是比心，比心是吧？比心吗？比心是，官方吐槽最致命，哎，但是有两位一样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得分的。所以一共谢谢九分，轻松吗？这个分数得的，可是跟我们周周不一样呀。不过这边我更好奇的是，不知道电竞少女我们的腾讯游戏智能 AI 知己，哎，你卖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姿势呢？小姐最会卖萌了，你看小姐萌不萌？啊，好可爱哟！哦，萌萌哒，萌萌哒，哎呦，跳起了舞，是吧？哎，就是萌萌哒的样子，就是跳舞。然后周周刚才也是有学这个小姐的动作哈，萌萌哒。最后一题听清楚咯，听到很嗨的音乐你们会怎么样呢？可以哈，来准备三二一，那不就蹦迪吗？啊，来，这不蹦迪吗？特别嗨，一样很嗨。对，要把手放在空中甩，哎，把手放在空中甩，指向闪耀的灯球，蹦哥了。哎，大家都很懂啊，所以又得分。是，这题真的必须给啊，真的太有默